今年无线五十周年五十集的台庆剧《跨世代》昨晚出街，在剧中饰演刁蛮变态小姐的李佳芯还未出场。不过为了宣传剧集，刚刚做完子宫囊肿切除手术的李佳芯在五日内出席了四个活动，认真够晒博啊！日前他就开 live 同观众倾偈，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复原情况。李佳芯坦言自己容易攰，不过就叫大家不用担心他啦。之后同剧的田瑞妮加入同他一起开 live，期间有观众叫李佳芯小心伤口，搞笑的田瑞妮即刻踎低帮观众检查佢的伤口啦。我会啊，我帮你 check 下，我帮你哋 check 下佢个伤口。check 我帮，唔可以睇，我帮你 check 下。OK， 佢伤口好小心。个伤口写住小心，个伤口写住，佢伤口嗰度写住咗小心两个字。OK， 唔使担心。OK， 冇问题。看来李佳芯应该没什么大碍，听到谷子乔唱《使徒行者二》的片尾曲《忘记我自己》，都扮咪嘴唱翻两句，认真搞笑啊！有个好中意嗰首歌啊！咩歌？